听的歌声吗？有，就可以，就这样。好，现在看到猪志角正在做的是香料月饼，要很用力压吗，老板？不用，就是把它压饼这样就好。好，像我们市场这样子。那你可能一手要撑在下面，不好意思。啊、哦，这个就是抄在手上，对不对？哦，好，市长给大家拍个照好吗？哈哈，这个山药月饼已经完成了吗？那么这种方法最大的优点是可以让那个山药生长以后的那个外形非常的直，非常平整，然后适宜那个食用，也方便采收。那么料理的时候，那非常好料理，非常好处理，这是它最大的优点。那目前我这边的品质怎么样？相较其他地方，瑞芳原生种山药，根据那个中央图书馆文献资料研究，它排名全世界第二，就是南仅次于南半球的巴西。那么它的品质口感非常绵密细致，它营养丰富，那消费者都非常喜欢。那我们这是透过也是那基隆原生种山药移植研发研究，然后在农友这边的试种成功的。那目前呢，它的那个非常受到消费者的喜爱，移植到我们的平地来繁殖来种植。那么种植成功以后，我们在产量班大量繁殖。听说这边的山药品质很好，所以日本的市场非常的欢迎。是，那我们的山药品质在目前国内是比日本的山药还要好，所以那个日本的那个很多消费者来到这边吃过山药的人，他是讲都会再来吃再来买。说到今年是会去种种，除了有低碳旅游，还可以品尝好吃的农产品。就像我们的双溪地区，有低碳旅游会有很好吃的山药，欢迎大家来走一走。其实我们不一定是异乡，但是新北市有几个，无论是我们的竹笋、我们的番薯，或者是我们的粉蛋、我们的山药，每一样的产品品质拿走的更好，然后更精致，而且交通又很方便，然后大家可以到这边来旅游，而且可以品尝。看看我最喜欢吃山药鸡饭，很好吃。你刚刚没有喝啊？看到你的嘴好吃。